饮食健康的台湾史哈。来，天心，杨丽，听者。各位平安，今日讲第三段，咱第一集讲第一段，第二集讲第二段，第三集吼讲一段叫做《伟大的台湾人》。咱头先听讲台湾文字是，是所有的这个文字吼上早发起的，吼、哦、这个文字象形文字，还能头先王王老师该做要讲清楚。啊，台湾人都有一个伟大，我有写一本字，伟大的台湾人，有看？啊，台湾人都有伟大啊，各位，听我讲一节课，啊，你就知道台湾人有多一个伟大，好、哦。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是中日哦，啊对哦，千日哦，啊那日本人讲是千甲五战争哦，啊完成战败为快哦，日本第1895年5月初8日即日爱记了，哦，就是甲5月初8日即天甲台湾挂互日本，哦，对5月初8日，所以为5月初8日开始，清国日本为清国。就台湾的统治权，哦，因为咱在讲哦，咱在讲这个台湾的迄个所属哦，都爱签字才算数，所以迄个无签字的迄个叫做什么《开罗宣言》，迄无算数，无签字的《旧金山合约》它算数，啊，这个嘛是算数，啊，啊这個。但是吼、哦，咱在头前在讲吼，咱这个林博士讲到，这个日本人真早就来台湾，吼、哦，啊，我今仔日提一证据给大家看。在1633年，日本的这个幕府吼、哦、宣布锁国令，因那就爱锁国，因为迄个时阵哦，西欧的迄个文明吼，迄、哦那个航海世纪来。有一挂即落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哦，等等葡萄牙人来，哦，啊，因锁国，但是开放一个港口，就是那个啥去，长崎，到时阵都赶快，所以等长崎吼、哦，就是这个所在吼就变，吼、哦，我咧讲吼，长崎的姑娘啦吼，啊，不讲脱口的。姑娘哦，讲长期奇怪，就是这个长期有接受西方文化，哦，啊，陈成功呢，因老母田川呐、啊，哦，田川，所以伊是一半日本人的血统，哦，这张图是什么图？这张图是荷兰人来占台湾了后，在台南卖地图，假如写这些好。国文啦、啊、吼，即、这个安平古堡，安平吼、哦，啊，这也是恰恰老啦吼、哦，啊，但是这张图吼、哦，我主要要互你看，就讲，伊这几间厝是日本人徛起厝，哦，啊，这是麻豆社，啊，这是小浪社，啊，这是什么社吼、哦，啊，这翰林海山住的这几间，翰林海山拢总离。大建筑，啊，这日本人住几排，搁较侪厝，啊，什么意义？代表迄个时阵，日本人来台湾的人数偏汉人的人数搁较侪，除了平埔族以外吼，就是日本人上多。啊，这是个翻译，这种是个翻译，哦，翻译起来的时阵吼，台湾岛吼，这中国。表现中国的村落啦吼，就是讲这个所在，啊，这是日本，哦，这是以后的这个，就是在讲这个17世纪初期的时阵的台湾，啊，日清的战争吼，
是公输皇帝甲日本的明治天皇的战争，但是日本人认为因赢的一种理由，就是因为真啊人，真啊吼是为英语 China 翻译做支那哦，真啊，因为迄个汉即、這个完整抑搁伫老的传统的迄、那个。汉人的观念哦，礼仪文化是世界的核心啦哦。啊，但是日本人已经哦就去西化哦，所以日本人连明治天皇哦舍弃虚有其名的也支那主教，以及对我空主哦，这个明治天皇对空主排斥，这排斥有什么结果？有，日本1895年来占台北的时阵吼，迄阵的迄个，即卖八一日甲即个的番禺遐吼，有一间孔庙，起14年才拆的，才拆的，就无效，把它拆。但是马酒奈个去大陆，无个起一个孔庙，因为孔子好用啊。孔子叫您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哦，叫您做奴隶哦，您就家己乖乖去做奴隶哦，真好耶。毛泽东嘛是把孔子踢咧边啊去，到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后，佫把孔子抱起来，啊，蒋介石嘛抱起来，啊，每一个朝代拢把孔子抱起来，是甚物意思？您大家拢来做我的奴隶嘛？哦，即摆我这是讲这个头，袂互恁再讲这个。儒教文化哦，也影响的力量。这个日本头一年的总督叫做华山之己。咱即摆伫台北车头边有一个华山站，对不？就是纪念这个华山之己。哦，啊，也佫派兵来恶对丁六的，就是。北北川江人叫清王，哦，因吼地即嘛地个台湾就挂号，挂日本啊吼，挂日本，伊就马上调军队，调这禁卫军团，禁卫军团哦是第多哩呐，是派伫即个中国的东北，啊个危险东北个，你调起来。你去拍，你去提台湾，哦，啊，提台湾简单简单两样，哦，啊，因奈知影讲，其实为东北来，因来到琉球的时阵哦，好讲穿迄落寒天衫啦，啊，来到台湾的时阵冻袂掉哦，衫拢爱包包起来，哦，有这个记录的，哦，这是日本的迄个华山总督，哦，啊，这是清王。这个亲王哦，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第二个迄个继任人选啊。安尼，另外有重要哦。啊，亲王哦，这是继任人选哦。啊，但是要讲这个当时的这个咱台湾的社会哦，因为完整统治哦，三年一小换，五年一大乱。奈三年一小官，五年一大人，跟台湾人真歹管的，哦，是理由就是吼，满洲人来统治台湾吼，挑工，甲你分化，吼，分化甲你分化，什么意思呢？族群械斗，哦，族群械斗会种类真侪种，有漳泉斗，漳州人甲泉州人，因落去太太，哦，闽客斗。客家人甲河洛人排，哦，啊，县级都无共规个家己规个甲中华规落去排，哦，姓氏都对姓里面甲姓代面恁落去排，哦，啊，一个吼同姓都，还一个一个哦，真奇怪，客都客家人排客家人，哦，啊，同业都挑个甲你分化，啊，恁太太要去死，都跟我无关系。您来反省，我这个官位不会做的。
安那的这款情形性，就是来台湾做官，甲来做啥物？因为阮清的皇帝吼，康熙怀疑台湾，伊讲台湾乃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去之无所损，得到也无加啥物。阮州人人口无够，你趁人口人口一趴身，无够你一趴身，已经占啊你中国遐大块，欢喜就欢喜死。阮兜迄个白痴都拢去恁中国去做县长啊！咱定了电视定了，有看到迄个很笨的县长有无？迄都是理由就是安，迄泉州人就是即款。啊，得到台湾有啥好处？我已经身价数百亿的人，啊，涂卡一个十块银，咁都爱玩牛皮的球，球起来无增加我什么财富？啊，无该看了，真如何？所以康熙皇帝就即款的心态，外地台湾。啊，不爱在台湾，但是西隆的建议，几项，伊讲第一，派去的兵三年，都该调倒转来，伊好得听落去，错，因为这个皇帝哦，拄到迄个三藩之乱，哦，吴三桂在浑南做浑南王，十年就开始反清。啊，所以你若来三年哦，甲台湾无结缘，哦，啊，就调倒转去，这个好。第二，来台湾哦，袂使传某个囝来，禁止吸卷。无传某个囝来，有啥物好优点的呢？恁某囝囥喺中国哦，恁若到台湾结婚，我都甲你抬 ，hostage， 人质，人质，哦。啊，第三，台湾哦。我要跟你去城，哎，阿人讲对不起哦，阮台北有台北城嘞，啊，新店嘛有新店城嘞，吼，哦，阿奈无去城，所以第2004年的时候哦，这个我就是第这个讲台湾历史，阿人叫我写一篇文章给市政府，讲台北建成120周年，哇，120周年。啊，国民党就会来60年，哦，啊，这个日本占51年，算讲50，哦，啊，60加50，101年啊，都也未挂号台湾号出去前10年，才跟你去城啦，这无道理嘛，啊，去的城，咱就知讲，迄梁山基都300多年的历史嘛。那300多年前你袂去城，就是我即摆去城起来哦，恁这到早晚拢汉民哦，哦来占领，啊我反我完成诶，啊我完成派兵来诶时阵拄着恁这城嘛，所以我袂甲你去城，哦，这就是要制造混乱，哦，一个台湾人袂使做兵。哦，甲国民党无共款，国民党是来两弹炮灰，吼、哦，啊，这袂使做兵，吼、哦，驻台之兵，吼、哦，不可令台湾人顶补，一定爱来对人顶补，吼、哦，所以台湾吼、哦，这个统治的时阵吼，这个有一句俗语，三年官，两年满，两年都会满，得滴啊，滴个满。对吧？两年半啊，伊干起做三年来呀，啊，你两年无歪股歪个歪较侪，那会使三年换两年半啊，因为袂使娶某囝来，所以有长双公都无长双妈，所以参见台湾的民族大总和，好、啊，所以咱明仔载有一个陈东山要来，啊，即种就讲长双人的吼。登山人，咱无吼排满星汉在台湾的完全通敌的时阵，无讲这句话，哦，有反登山，无反官民啦，哦，伊就是合理吼，因为满族人吼无法多派兵吼来台湾，哦，所以
自然咱无反反弯弯理啊，咱就干呐反清反这个唐山吼、哦、啊，即马阁讲倒转来，讲这个日本来占台湾，吼、哦，1895年，吼、哦，这个5月28，吼、哦，加水野公使吼，坐日本船，哦，横滨湾，吼、哦，这有个哈马马路，吼、哦，大家经过这个海边，吼、哦，啊，中国方面吼，李金芳是啥人？李鸿章的弟弟啦，吼、哦，啊，坐船吼，坐船来，啊，两个在咪船顶，在咪横滨湾顶头签约交割。所以六月初二，吼、哦，是把台湾正式挂予完成，下加挂予日本，吼、哦，六月初二正式。但是，还未六月初二的时候，还未六月初二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拍来澳队了，吼、哦，啊，拍来澳队，吼、哦，哦，就有一个纪念碑的，吼、哦。澳队，吼，澳队的共僚，在这个四公。台北贵，哦，核电厂呀，哎，对，讲了，哦，啊，这个是当时日本人哦去的，啊，但是中国人来了，哎，啊，那些纪念哦，登陆纪念哦，不是，啊，这个匾哦，啊，切开，哦，这个写抗日，哎，抗日纪念碑，哦，哎，这个啥代志哦？真侪位拢出现啦，你注意看都好。哦，诶，咧，即个安平古堡嘛是同款。哦，即、這个北白川宫能久，这是即回哦带领兵登陆台湾的即个日本的亲王啊兼大将军。哦，啊，啊，即先煞互大家了解者，即张图就是满清的国旗啦。画到安尼，真啰嗦啦吼！我细汉时候看到迄个西方的世界画这個中国吼，是这灵吼吐血对无？吼啊！但是其实是龙土的土猪啦吼，这是晚清的国旗，蓝龙戏红猪吼。啊，但是这真歹画的，你若要画这张画，困难点点。啊！但是台湾吼、哦，有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国，哦，这是一只咩？一只虎嘛，哦，蓝地黄虎，台湾都不出身虎，安奈为一只虎？哦，这是拍马屁，哦，这拍马屁，你看着，伊这个吼、哦，蓝地黄虎，这是台湾民主国，哦。还过来，这是台湾民主国的波仪啊，官仪啊，年号，这样，这嘛是罗列名叫做永清啊，你看嘛，哦，所以这個台湾民主国拢总活十几天来尔。啊，日本军登陆的时候，澳队有兵吼，应该有3000千兵。住喺澳队，6000人，即拢无合群。一营的军队吼、哦、500人，三营军队就15000人，就真简单就算会出来。啊，佮讲6000人，就是虾米呢？因即个中国兵吼、哦，就是叫做有吃这个空粮啦吼、哦，吃饷啦吼。我管300个，安领500个兵的，安500个兵的迄量，吼、哦，啊，都欠200个，啊，所以哦，6000人就是无够1000人，都500外人不见了，哦，这吼、哦，这千军叠将吼，这三条岭吼、哦，三条岭叫做什么名？圣地亚哥，吼、哦，迄是。西班牙人来台湾的时候，甲咱学这三条街叫做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吼，伫
美国的西海岸有一个都市，同款港岭，叫圣地亚哥，啊，咱叫三条岭。哦，应该爱钱，但是这个官腔的编吼，拢吼，拢安尼提个石头哦，就是钱哦，啊，就走，啊，走去弄，走去台北。遭遇台北吼，必对官兵变强盗、抢劫。头前还阁会晓换私服起来抢吼，到尾就穿军服吼抢，啊阁抢啊政府官厅的官舍吼，也西界逃亡吼，不发一炮一弹，吼全遭落了吼。啊，选出来的总统，台湾选出来的总统，这个叫做。唐景崧，哦，这是这个同治四年进士，啊，这个唐景崧，哦，哎，伊知影讲满清投降啊，所以先甲40万两白银，这个黄金嘛是白银哦，那是要买军器物件，先回去上海伊的账号，表面讲我要买军器，啊，其实个钱分出去啊。啊，我囝乱拢在中国啊，啊，所以一个人伫遐。啊，到尾日本兵即个吼，叫伊做啥代志，啥物也袂做，啊，都袂做就走。哦，所有满清官员伫台湾拢一款样。哦，唐景崧看局势无好，哦，啊，兵败如山倒，啊，所以伊会厝大部分伫迄个中国。还有台湾第一有钱的人林维远，哦，邦桥林港林本源的厝，哦，这林维远哦，哦，予人推做民主国的国会议长，独立庆典的第二天就遭伊的门啊，哦，这当时的情形哦，要亡国情形的时代，哦，啊，资金外移，他说我讲的有40万两本回去上海。啊，暗时，吼、哦，伊即个唐景崧吼，专吼去坐德国船，吼、哦，就走。即、这个总统吼、哦，修国14天，台湾民主国专无咧甲你知道就走啊，吼、哦。啊，但是即个走，还阁有副总统呢，啊，副总统安怎处理？哦，副总统是屈鸿佳，哦，屈鸿佳哦。伊嘛看讲，哎、欸，啊，你总统你就选了咧，啊，伊也袂记咧，伊是虾米人咧，吼、哦，伊选哦，讲副队哦，非我众心之队啊，哦，啊，都开紧走，伊嘛走，啊哦，台湾同事连横如下哦，冯甲义甲款已去，货源近10万元，就是讲伊嘛夹10万块，10万纽文哦，安尼夹。错方向，啊！即番奇怪咧，咱即番也搁一个放假开学咧，看有奇怪无？即款人吼、哦，安尼搁个伎俩，哦，不无道德嘅代志吼。即，但台湾人历史嘅时候，你就知讲啊，这不对嘛，你本身叫叫去放假开学嘛，啊，讲叫咩事呢？办咧开学嘛，开名讲放假开学，哦。但是做戏做得真好、哦，宰相有权能各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贬州去做吃椅子，回首河山已黯淡。哦，这是真好一首诗啦，吼、哦，哦。但是台湾变做日本的时阵吼，台湾跟中国来比较，咱台湾有头一抓千国的铁路，为这个台北吼，为北门吼做工过人，吼好一撮。啊，那奇怪，啊那全国那外省，他们引导去起迄啰好的铁路，啊来台湾去，什么意思？你知？因为先这撮铁路是伫上海起啊，啊起哦，啊都起好啊，啊比个强强强爆强。嘿，真差嘞！啊，阮祖先嘞，无拢互你吵吵起来，袂使，听咧，所以听咧，来到诶台北，
来到台北市，安尼来到。但是咱嘛有电报系统，嘛有电球啊，嘛做头一个示范的电力电力公司，所以台湾的进步，当时已经赢过，赢过这个不诶，赢过中国的其他的所在。啊，这讲到一个李春生啦，吼，李春生是啥物人？李春生是一个会晓讲台湾英语的地商，做地，啊，伊在这个太平天下吼，做地理的生意。迄阵台湾吼，这淡水角是全全国吼唯一的粗糙港。大家感觉拢入超了，啊，干呐，淡水港出超了，啊，什么理由？因为咱台湾钱是银卡棒，咱台湾人有三宝，吼、哦，那么咱三宝是啥物？迄个时阵清朝时，第一宝樟脑，咱樟脑是哦，三农占世界三农的70%，啊，即摆樟脑无啊，将樟脑来无，因为化学品。代替了，好，上路。第二糖，咱的糖哦，荷兰人大力推广，哦，咱的糖外销，外销哦，荷兰时代咱一个外销去伊朗，外销去日本，啊，第三就是茶，这就是李春生的推广。今嘛，你去纽约的博物馆，也可以看到李春生的《佛摩萨体》。关啊！内面唔知有物件无，唔知啊。但是佛摩萨地迄个关啊，也够厉害。啊，有咯，有咯，有，有咯。啊，这个就出现一个郭先生。郭先生是什么人物？这是真争议的人物啦。哦，人大讲，日本人来迄尊敬这个郭先生的哦。我问十个吼，差不多七八个阿公，讲日本人在登陆的时候，伊去海边看到安尼，安尼讲，哦，日本人哦，遐一个阿杰哩，所以日本人个会做官，这胡说八道。伊这个吼，唔捌字啦，无捌几字字啦，是罗汉卡啦，但是讲罗汉卡困住点嘛吼。困住点，但是体力袂歹，洛江人，啊来个台北，来个台北哦，迄个时阵台北乱七八糟嘛，满清的兵一个城乱抢嘛，哦，啊郭先生安怎处理呢？郭先生听伊讲，若去甲日本人做布袋啊，吼有钱通领，啊就去啊，啊日本人看到伊。该讲英语，去台北城分两条阿多阿飞呢。讲英语的人袂少，几千人伫讲英语的吼，分两条阿多阿飞。该讲英语袂通，该讲日本袂通，我干啦。阿无啊，甲你讲北京话啦，吼，恁两个应该知影。阿唔捌，干来遐讲台湾话，你想日本的？官员的腿啊，你该想个该做大官，无可能啦。哦，其实带日本军入来台北城时，有这个三个阿多啊，一个叫做 James Davison， 啊，一个 Samson， 啊，一个是德国商人 Holley。哦，伊这三个人受到李春生的邀请。伊讲哦，咱台北城乱七八糟，哦，咱爱叫日本人来甲咱维持治安。啊，这三个受着李春生的邀请转去，啊，一去呢，人知讲啊，这是代表台北城来讲英语，相当通安尼，哦，啊，这内底吼有进步，这 James Davison， 这是吼以《先锋论坛报》的记者。列出一下真多主有关这个时间的代志。这日本军
全都带日本军进台北城。这间有产有啥物？帮唔到，啊，帮唔即嘛嘛是哩，解决一款吼，哦，啊，日本军安尼都安这边安这个吼，无反抗啦，无反抗，台湾人无反抗，入台北城真简单，安就这个，哦，啊，迄个时阵，咱这大张爷的码头的情形差不多这款型，哦，大张爷码头，哦，大张爷码头，哦，即卖大张爷码头这款。这台船吼，从坐标本来好看安尼。这个吼，台湾民主国哪会这么烂？哦，因为民主国虽然讲台湾独立自主的宗旨，但是伊代表的思想，国家本地人无法度一致。哦，啊。清国的对台湾的统治是拢个官员拢为长线派来，所以台湾人对台湾人歧视，看你做次等国民，哦，啊，这长线人也袂使带有某囝来，三年一年就调回长线，哦，就所以讲这长线人来台湾哦，我都无心在台湾，无爱心在台湾，还注意，这是上大，无爱心在台湾，伊就变台湾人。无爱心的台湾人，伊也搁长线来，哈、哦。这日本吼、哦，日本刷落去，哎，拄着台湾人吼、哦，过台北城了，就拄着台湾人个大抵抗。对抵抗，咱拢学过什么物件？德国倒菜刀，哦，德国就长长啊倒去菜刀，啊，就去个日本人下。啊，根本甲日本人写，所以吼、哦，即长期奉献，啊，无管达波查某、老的、少年的吼、哦，全拢按伫遐日本人写。啊，日本人讲，嗯，即、这个款的民族吼、哦，叫做台湾民族，绝对甲中国民族无共款。吼、哦，咱爱国讲，甲中国民族有啥物无共款？吼、哦，伊日本军来台湾。甲第三个月，哦，啊，拄到黄小潭啦，安平的胡家友啦，吼、哦，北部的江少虎、苗栗的钟石美、吴汤兴，哦，等等，哦，啊，即拢吼，无顾家己的安危，啊嘛无管家己的活力，吼、哦，啊嘛无求名，吼、哦，明知无法度甲日军对抗，啊嘛敢来战，啊输就输，啊就离战。这是咱台湾人的精神吼，啊，这当时的日本吼，日本军吼，这日本的旗啊嘛吼，啊，日本的兵啊吼，会留落来一张相片吼，哦，这个时阵拍到新竹的时阵吼，苗栗吼有出现诶客家的台湾民族英雄哦，江少竹、北部人、吴汤兴啊、许湘，这吼的。最近一出电影叫1895年吼，拢有在播一出，哦哦，啊，这个就是当时的相片啦吼，相片吼，这是1898年摄的相片吼，江少竹的某，吼，江少竹之母，因老母，啊，这伊的囝，啊，这个是一父子，哦，这是一死的时候，这个应该也会出生啦。啊，这吴汤兴吼，这也够相片的，吼、哦，迄个时拄啊才开始有相片的，吼、哦，吼、哦，啊，这个日本军哦，刷落拄着台湾人哦，一团一团在捡，吼、哦，在倒捡呢，在乌托库，即款叫啥物啊？乌托库，在大概在景美一带啦，吼、哦，福起，宜家到尖山，飞啊起。树拿、港澳、太平、大安，吼、哦，顶顶的所在吼，第二节、第节，有一尊有1000名的移民军战士，2400栋的民宅吼，被烧去啦，和三角岭大口坑之间吼，化为废墟。大口坑就是即卖的大块嘛，表面是
开，大溪大大开了，大开，大开了吼，哦，啊，遐有去一个三峡中文碑了吼，以后等日本人拆走了，到三峡中文碑再出来，哦，这个北白川宫能久哦，这个乾隆哦，伊在想讲，台湾人哪会这么无共款，哦，好好一个台。台北到后后，那一出台北吼，把它换了一个民族，哦，跟辽东半岛其他人哦，台湾的支那人闹这么大的区别，哦，闹这么大的区别，你咧就是啥，哦，啊，这吼拢是本来那日军一出现哦，有组织的守军，哦，拢无想要做这，啊，拢是拄着野菜多的。敌民军，你台湾人，你要该想就对了吼。经过失败，日本派吼第一名民政局长吼水野隼，吼来吼，啊，伊带来调查，吼来调查，啊，有做些报告，吼。一报告是讲，台湾人甲长山人有啥物无共款？哦，台湾人咧晚清统治时间分做两个阶层，哦，这是日本人的调查报告。一层是私心，哦，这就是少数，但是有各种特权的士绅、读书人、大租户、大小租户、大小商人。甲台湾本地阶层，吼、哦，两个阶层，一个是苏新阶层，啊，甲另外一个台湾人的阶层，吼、哦，啊，迄个苏新分做两种，一种是长沙人，这是统治者，吼、哦，啊，一种是配合伊的，吼、哦，咱讲叫别啊，即马讲做叫别啊，吼、哦，啊，伊伫台湾哦，充满了。大中华思想，哦，啊，他提着城府不堪的封建中国儒教正统的观念，安尼来遮做，所以建议，那要去中国求民求，那一寡人要回转去中国求功名啦，啊，一种留来吼，啊，来做咱的鹰犬，就是来做咱的料皮啊，哦，建议。哦，这水野隼的建议哦。啊，但是本地人、本地台湾人有爱乡的意识，哦，啊，所以哦，对抗这个晚清，连查某人、囡仔也来改进，哦。尊，啊，哦，连查某人、囡仔拢来改进啦，吼。啊，就是，这就是咱台湾的迄个精神啦吼。原本咱想讲，在日本吼，这是在日本人在讲，其他人真侪经，但是研究中认为，清国中代奴隶根性，这是日本人写吼，清国人有中代奴隶根性，因拢家己讲奴才奴才就是。真好的表现嘛，所以讲变成奴隶嘛，吼、哦。啊，这奴隶根性源自儒教思想，都是为这儒教就是孔子这个教的思想，对所有统治者有利。啊，讲啊只，我头前就讲，日本有一个，甲一个庙，孔子庙拆起来，啊，买厝搭去大陆，无我起一间，迄就是诶，孔子嘛该无来。提这个来给恁管哦，啊，恁大家拢做落来，嗯，真好，所以叫哦，郭延年哦出钱，我去起孔庙，诶，大龙宫，哦，好、哦，这就是，所以日本人哦，日本人讲支那人是清国佬，哦，啊，当你台湾看到台湾人的属性哦，都表达了这款哦。了解这清国佬的奴隶根性，哦，啊，但是台湾的本地人的性格咱唔知影，哦，
所以爱来研究，哦，研究台湾人，什么叫做台湾人？这张相片哦，就是1895年北白川宫开始征台将领哦，哦，翕的相，今从三十五、七八，今天就是北白川宫能久亲哦，哦，伊坐啊，村里拢徛，今天买酒来做台湾哦。总统叫做明石元二郎，哦，买去西耶，登去日本死，结果登来台湾台，台台湾的南京东路吼，诶，什么七号公园啊、十三号公园迄个所在，哦，台呀，啊，买去遐迄个国民党，比如1949年退。退来台湾，就带一挂做难民来台湾，专在无的顶头起厝，哦，啊，买厝，到个最近吼，大概一挂难民的厝来拆一下，啊，这个明石元二郎的墓吼，大概迁去台北的三芝了吼，嘛是要带台湾了吼，哦，所以讲啊，这时阵咱有一种台湾人有一种错误，就是讲咱的骨头。咱先做的骨头，拢爱捡骨。即款咧清明节讲捡骨，捡骨其实吼，我顶回有讲过，唔对啦。迄是晚清政府伫统治台湾的时候，甲地仙公的墓、地经的墓来挖挖起，吼。人讲啊，在挖起出来，伊讲恁若要孝顺，就爱去摕去伊的官位吼，伊是泉州人去，泉州去带嘛。啊！当时甲一百外门面条的迄百姓的无拢恶恶起，啊，拢恶恶起来等你杀。啊，但是所有的人讲哇，这爱按孝顺，但叫做捡棍。啊，其实咱捡棍哦，捡票了，我们捡伊倒去，捡另外一个所在，甲祖先甲插一边，无道理，一破为安啦。所以这个代志吼，就是咱爱大家爱注意，一破为安。但是这个日本的军队吼、哦，进度真慢，为隔台北了，拢总开6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台南。到达台南吼、哦，台南的守军吼、哦，老英雄吼、哦、是真出名的迄、那个中国真出名的乌鸡军的首领，哦，抗法名将，哦，这乌鸡军。啊！咱台湾人安怎形容伊呢？伊这个老鹰吼、哦，看日军来拍，来暗通款日军，哦，叫员工兵书哦，去甲日本人讲，哦，讲安怎个讲好啦，哦，啊，日本的迄个华山之计哦，就甲伊讲，你若要讲好哦，你都爱甲战地司令官讲。舰队司令官，啊！甲舰队司令讲，我讲，伊讲舰队司令官，你若做哪讲要回复，有心来导航吼、哦，你都家己爱来外门哀求，啊、哀求，哦，啊！以后若上即款批来吼，我就歪看，哀求你来甲跪啦，啊！即、這个吼、哦，老员工安怎处理呢？这袂练的呢，所以吼、哦、暗时啊吼。化妆做阿婆啊，老太婆穿着查某人的衫，阿为安平港走，啊，咱台湾人讲，这叫做阿婆浪干。哦，阿婆浪干就是讲，这中国的名将阿婆浪干，老英雄。哦，这安怎做浪？因为你滚要计划要爱浪就。所以，咱就讲阿婆浪干，就是讲两山人吼，啊，即阿婆浪干，啊，即嘛即个意思吼，即浪的意思，刚刚讲咱吼，要甲你吼，咱食饭的时阵啊，好浪啊吼，哎，好酸啊啦，好燥啊啦，吼，好浪啊，啊，其实就是讲啊，即老英雄的阿婆浪干，吼，啊，你知下就知下就好，吼。但是日本的主将。
这是北白仓宫能久亲王哦比赛。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哦，北白仓宫能久十月二八，因得着马拉利亚49岁，哦，啊，其实咱台湾人讲，嘿，迄不是安死，迄是哦，伫台南哦，哦，这个所在哦，小人今仔日家里伫祭奠。为拿刀行哦，荷兰台湾人哦，德国到菜刀，到镰刀哦，啊，看伊吃只白米哦，看个高了，胃暗骨个高了，无嫌弃啊，无嫌弃，但是费到真多，啊，全走去一个丢出就医，台南一个一遐上好遐的一个人，啊，丢出就医，啊，但是无法度就死，啊，日本人。所以你讲吸烟疟疾啦，啊是咱台湾人拢知讲，这是叫咱台湾人太死，第一名的将军吼叫咱太死，哦，啊但是太死了后，日本军转到遐报复，哦，报复，所以吼、哦、看到查甫查某无管都甲你抬，抬吼为萧人街到文水桥吼、哦、有4-5公里之间吼、哦，溪水拢是血。哦，就是在台戏外侪人都丢了，哦，这是有一款的，的代志。啊，因为日本的这个乾隆死，所以起一个庙，叫做台湾神社。这个台湾神社在多位呢？有人知无？宜山饭店丢，宜山饭店。这宜山饭店哦，啊，即卖就叫宋美龄整理啦，吼、哦，哦，啊。啊，这条桥呢？这条桥叫做交河桥条，啊，绵堤桥，啊，绵堤桥。啊，绵堤桥尾就换条台，就叫做中山桥啦。啊，即话四马来个听一下，玉龙桥啦，吼、哦，哦，所以吼、哦，这肚子里面哦，撑不了东西哦，就往后那坐袂久了吼、哦。啊，这个物件吼。当时哦，头一个日本的皇族死在海外，哦，这是正史的哦。啊，所以哦，该起一条路哦，就是咱即卖中山北路，直直透来个中山南路去个这个北门，哎，无迄个东门，哦，啊，东门这边看去总统府，啊，这边过来东门。啊，中山北路、南路、中山北路，这段路叫做三线路。哦，三线路。三线，三百线啦，吼、哦。啊，有一条歌叫做三线路，恁念唔唱？中山北路行七遍啦、啊。中山北路行七遍，那是另外一条。三线路。夜色就在三线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哪会来？哟，阿奈，奈在唱这首歌，有什么意思？迄就是哦，头一抓有国际水准的迄三线路出现，啊，车真少，啊，你若要约女朋友，就一个三线路见面，还真好嘛，哦，啊，都敢讲远啦，哦，所以有这个。神算了，所以这有历史的歌嘛来见见证，啊，咱大家拢会晓唱。啊，这苦红歌，啊，这免该看。老师，来苦红歌，我插话一下。苦红歌就是战败吼，伊等于清朝吼叫挂耳啊。挂耳啊？本来有啊，你看，哦，啊，咱家的册，中国家人的册，无你离苦啊。哦。你知影？哦，阿姨。所以印证你的哦，这个鱼啊，嘿，那是古王家第四代的子女甲我讲，啊，古王家是凤源，伊的祖阿是凤源，啊，第四代的查某孙啊甲我讲，好，嘿，因叫挂鱼啊，啊，鱼啊挂鱼啥？所以最欢喜阿咧，哦，无迄个鱼啊，叫长条挂鱼啊，未使有鱼啊卖，好，啊，无鱼啊孤。好，不枉啦，好，给你利息。
这个日本人来接台湾哦，真艰苦。啊，这就因的亲王啊，见死哦，啊，变怎？所以哦，日本的国会议员哦，建议，包括一亿的卖衣裳，一亿日币，台湾卖地的，就这样乱的所在哦。啊，日本国会当然，日本政府当然卖啦吼。啊，要卖有啥人？卖无法国。你那边不会有法国呢？咱有一句话叫做“西要换”，你们来捌听到？就是讲，法国人来占贵人，吼、哦，啊占贵人，我要来打台北，吼、哦，这叫西要换，吼、哦。啊，但是占贵人了后，全哦有两条路要来打台北，一条路就是背过这个三条岭，吼、哦。啊，拄到即个咱武峰的林港，哦，武峰的林港带500名，迄啰勇，毋是兵哦，勇。咱台湾人袂使做兵，干来使做勇，来抢抢500名，收起山顶，对法国兵哦该接，啊，法国爬山哦，迄山路歹爬，所以无位山路。啊，另外一段位海路，对水路。水路就位淡水河，而且会沿到啊孟加嘛吼，啊大条条嘛，吼、哦。但是水路的时阵哦，当时在定规台的船，特别迄个溪内底吼，啊全也袂落起来。所以马就古巴将军全死的平湖，吼、哦。所以古巴将军的墓吼，死的平，伫底平湖，吼、哦。啊，所以伊讲要往个职业。该不会输，所以台湾人吼、哦、有21年的武装抗日，哦，到啊1916年西来安事件了后才结束。西来安事件你有捌听过？唔捌吼？第六届吼？88年对。所以你即马去个遐吼，吼、哦，也可以看到一寡个事实啦吼。啊，虽然事件吼，咱武装抗日到啊1916年才结束，跑尾21年，对日抗战，吼、哦，咱有21年，甲中国啥物8年抗战是拢走红入去吼。这个有一个重要数字要来比较给大家听、哦、第一1895年日本来打台湾，但是打中国东北1931年差多少年？35年、36年、哦、就是拿到台湾了后36年、哦、才去打中国东北。当时台湾的人口300万，中国的人口3800万，哦，这是1:12，啊，才6年的意思是啦。那阵啊，讲大个台湾人有3800万，伫中国东北的时候，日本军都爱开6年的时间才拍起来，只个，哦，结果日本3个月就把东北摕起来。土地，咱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哦，中国东北是130万，这1:36，就是讲，伊的土地是台湾的36倍，哦，这呐要减吼，嘛都要18年来出来，啊来打台湾的兵马有76,000名，哦，打中国东北。200名了，名，哎，中国东北有伊正规军呢，拢叫酸呢，拢叫做民国，叫做酸，叫做转进。十几年吼啊，前进吼，十一百不能够前进，安尼叫转进，无输，啊，叫转进。
咱拍台湾开六个月的时间，就拍到台南，但是拍中国东北哦，三个月，所以这一比零点五，安尼总啊强啊，该算起来。那阵啊，住喺中国东北是台湾人，日本人也是开两万两兵，无增加兵嘛，哦，爱开偌久的时间在拍多。十八年，以上来，这都十八年啊，啊，这要六年，哦，哎呦，快讲两百十六年啦，爱拍两百十六年啦，哎，你那个前，比如两万比四万的，就两百十六年了，也变成除二嘛，哈，对不？乘以四啊，哎，对不？所以哦，肯定话十六年我不会带不？用，用，对，所以这。伟大的台湾人是在讲这，啊，然后，这日本来提到这个，哎，提到中国东北，什么叫做东东北？你们观念是啥？万州国偌大？是多位到多位？东峡以北。我讲吼，东峡以北拢去嘛？东峡以北呢？咱的观念，东三省、东九省是伫辽东半岛的一个所在，一连热河拢摕摕去啊！哦，所以无共款的，跟观念无共款，土地观念嘛无共款。所以伫中国，因跟咱三个月就完蛋了，中国东北完蛋。咱台湾这细地所在，爱开六个月，所以日本人真头壳疼。要求日本人哦，学过一个方法来克服台湾。学过什么方法呢？学过一个叫做一石两鸟、一箭双雕的方法。伊看讲吼，伫景美，咱代表有一个景美对无吼？景美新店哦，啊到。深溪啊，搁入去吼，去到宜兰吼，平南吼，啊去到宜兰，这山路吼，日本兵无法度入去，那无法度入去呢，无路嘛，伊个炮兵迄炮袂搬的嘛，啊伊干呐摕轻武器，要干呐甲台湾人战吼，正拼，伫山谷正拼，啊这个山谷的领导者叫做陈秋菊。跟陈秋菊结一支，陈秋菊吼，在收这个所在，吼，会炮会起来，啊，日本人想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伊就叫人去跟陈秋菊讲，我吼，给你两亿用了吼，你就去请人开这条山路。哎，两个真大意哦，吼、哦，啊，都有金钱啊嘛，吼，啊，互你做官，吼、哦，啊，佫另外吼、哦，互你，这样，这样吼，真有利益，就是叫国一年吼，迄鸦片的传播的吼，互你，你这个山区这个所在吼，你为鸦片，你也做鸦片的代理啦。你是这个地区的唯一的代理人，哎，啊，陈秋菊转哎，够钱人摕，啊，够官人做，啊，转到日本，哦，啊，所以做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即卖也搁伫个，叫做啥名？高湾十八弯钓，哦，啊，那就爱做，日本人一来就做，因为这条路做好了，哎，我一声都。一声大炮就砍了，我就去啊！哦，啊你这个山区的抗日的分子部，啊，搁通过迄落鸦片啊，吼，通过这个金钱啊，吼，恁每一个人，几千人的这个陈秋菊的手下嘛，几千个人，大家拢有头路，拢有人生存，哦，啊，卖鸦片哦，当时吃鸦片是真正常。鸦片，
啊，食鸦片，啊，即摆鸦片专卖啊，互你即个所在吧。啊，你一声，即、這个地库就去啊。哦，啊，伫淡水，哦，淡水地区咱有迄个抗日三面，都三面。抗日咱有三个勇敢的、勇敢的台湾人吼。淡水。干大西啊，不听着，拢不听，真可惜。干大西啦，中部有一个知影，瓜地好，哦，中部铁国川瓜地好，对，即卖个高坑遐，哦，南部林椒鸟，啊，一只鸟，一只西，一只好，一只鸟。吼、哦，啊，日本人尿啊吼，几十年吼、哦，真痛啊听。吼、哦，这是咱抗日三面。吼、哦，啊，这三面有三面的故事啦吼。个、哦、吼、okay, 哦，啊，这个日本人来打台湾，所发生的代志吼，全刷落去都是爱吼，即、哦、叫一个诶。通过一箭双雕的方法，吼、哦，叫这个台湾人来投降，互你官位做，吼、哦，互你下面买。咱会记起这个，咱的迄、那个，感觉店的外口吼，拢有加一个衣裤啊，吼，一个招牌叫做烟酒嘛，对不？是啥意思？你敢来用？咱们一间买一款物件啊，吓！啊，当时是这个是一个，阿片嘛是爱挂一点牌啊，你来，你也使来买这阿片。哦，讲啊，这个阿片，讲啊，这阿片哦，日本人哦，是日本人吃阿片哦是犯罪。啊，来到台湾看这吃过路哦，大家拢在吃阿片哦。你不使来动，日本人来台湾不敢动几项代志。第一，迄个辫子吼，你完全迄个落做落的象征，迄个辫子吼，不敢再加，你个加起来全民反抗的，吼、哦。还有绑小卡，吼、哦，台湾查某吼爱绑个小脚，吼、哦，嘛不敢叫你套鬼，啊那不敢叫你套鬼呢，你现套。现在全民反抗啊！咧，哦，而且开二十多年，大概解决，无遐紧解决，哦。啊，食鸦片的代志就是哦，这个当时有钱人鼓励家己的子女去食鸦片，因为你若食鸦片哦，啊，多喺厝里，你就袂去外口乱说，鼓励食鸦片，啊，所以所有钱拢安尼。阿片就对起啊！吼、哦，这个到我中期的时阵吼，这个日本政府吼、哦、准备阁发20,000支白鸽，要发出去吼、哦，来买阿片这只。你食阿片合法，但是爱有这只。你有这只的啦，食阿片会使的，无罪。无这条的人，两亿块钱，哦，啊，所以要翻20,000支，啊，要翻两万支，这个这条吼，嘿，拄到咱一个，也是民族英雄吼，蒋渭水，蒋渭水吼，讲诶，真来西岸，伊抗议，甲日本国会抗议无效，哦，啊，无效咩啦？伊讲安尼好。叫一个人写英语的，哦，写英语一张，一个迄个电报文，叫英镜叫蒋松辉啦，即马九十几岁哦，哦，最近跟咱过生日的款哦，叫蒋松辉迄阵17岁，暗时哦要8点，迄个日本的迄个官员拜英语的拢走，提伊。电报局家己发，啊！电报局迄电信员吼 ，ABCD 拢嘛看有，啊，内容看无那尔，
吼，啊，就该发发发发发发出去。即发出去，即种电报是咧讲啥？讲日本政府鼓励台湾民众食鸦片，搁发两万起即只。哎，国际联盟吼，迄阵毋是伫叫做联合国，叫做国际联盟讲，哎，日本政府你哪有做，但会使做即款代志，都派人来台湾调查。来调查有这种代志无？啊，日本政府要怎处理？日本政府就按照拜托一个人，这人真出名，这连横啦，吼，连阿董啦，连前的阿公啦，连前的阿公吼，全写一张批，把出版的这个东西报下来对。伊讲吼，咱台湾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除了咱台湾人勤俭打拼以外，也阁是食着福寿果啦，就是福寿果就是鸦片。所以讲，甲西方派来的人讲，这是咱台湾人要食的鸦片的咧吼，吼、哦，安、哦、尼啊，日本人给伊300块，当时300块可能真侪钱，即卖才1000块，30万吼。哦差不多300块，嘿，300块这哦，这个林阿栋哦，伊当时参加西夏，这个西夏的台中哦，诶，这个做西迄阵做西的西夏，啊，这西夏的人哦，专甲这个林阿栋驱逐出去，你无资格来当做阮西夏会员来驱逐。他就炸300块，转啊！伊一个女朋友嘛，怀啥物？啊，迄个女朋友是江山老的啦，啊，转走去中国，啊，走去中国，生活会偌好？可疑啦！去山西住在窑洞里面，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叫伊囝去发台湾部军校，伊会有偌有钱？所以。报纸的写讲，这个是连简直含着金汤匙出生，我讲唔对啦，这绝对不是含着金汤匙啊！迄是脑瘤，一个破汤匙的也都已经讲赞了，哦，那有什么金汤匙？哦，无可能的代志啦！这咱这蒋渭水吼，计有做几项代志，哦，啊，即马咱。咱对这蒋渭水吼，咱蒋渭水的小弟吼，蒋渭川，吼，2008的时阵吼，中国变安怎个？啊，蒋渭川对后尾轮选，啊，因查某囝去用 pass， 很 pass， 咱就去问伊，啊，蒋渭川后尾就来做内政部长一番。这是在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咱也够做什么代志？就是咱这个在日本时代吼，即摆大概有真侪人在讲的八田雨衣吼、哦，来起这个加兰水准吼、哦，水准来起真侪啦吼，这个是这个、起水准吼。哦日本人哦，上重要一项代志，就是台湾人爱读书，去读国民学校，哦，去读国民学校，这是义务教育，你不去读是犯罪。所以中国兵来到台湾的时候，咱台湾人的识字率是70%，外籍的人70%。中国人百字几百声，3%。啊，中国人3%那遐低，因为你若要去读书吼，爱出钱的，爱私塾都有人甲你教的，吼、哦、啊，跳过去读书3%啦，啊叫3%的人来甲人管，管70%。啊，我过几年我到海外看到一篇资料，讲台湾人百字的吼。40%，
我们奇怪，70%那变成40%，哦，那原因是怎样？日本是无算少，哦，那就算40%啦。所以有这款的情形安尼发生哦。在日本时代吼，哦，发生真多的代志，啊，咱的抗日吼，啊，也过一项代志就是。日本时代吼，伫晚清晚年吼，就做这条铁路，做这条放门到啊，桂林的铁路，过千刀桥的时吼，去挖挖迄个桂林河的桥墩吼，哎，发现到啥？是嘛？金刷啦。啊，金刷发现到金刷了，就自然吼，哎，金啊好赚嘞，所以一项吼，一日有3000人去掘的，明明要未到金瓜石哦，吼，3000人在桂林河，哦，这桂林河一个人八尺宽，八尺的，啊，深度无管，哦，啊，你滴哦，啊，只哦，啊个。你知影洗刷是安尼，安尼因为金较重嘛，啊，摕一千万洗吼，啊刷经过水会流落去，安尼得重金，啊渐渐洗渐渐干，啊渐渐洗渐渐干，啊都每处都洗起个金龟礁，哦，露天的煤矿，啊所以这项代志吼，不该说这项代志，这高分啊，咱才个知啊，真老练。哦，嘿，现在青砖拿来，厝完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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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咱叫做吼小香港，还是小上海，哦，啊奈阿哩，因为我该算下嘛，你一日乌金嘛吼，能赚偌多钱？迄种该算下，我十几年前算下是讲，赚13000块新台币啊，到18000块了吼。但是迄个时阵黄金的价钱跟即马个无共款，就可能成300-500吼，哦，啊13块，咱敢用13块来算，一个大波人今仔日收入13块，明仔载个13块，后日个13块，嘿，还袂重要，真正做咧爱开咧，啊，自然，即个所在查甫人就来啊，所以。酒家就林立，所以高分啊，为什么那遐老烈？哦，就是日本时代，咱台湾人哦发现到黄金，啊，第二号、第二号，乌啊，尾期吼，日本人伫控制中期的时候已经无黄金啊，全乌、铜啊、甲煤矿，咱的矿产真多。啊，最近听伊讲澳洲讲发现讲，即一个有黄金地的啦，伫较深的所在一个有啦。啊，但是你若跳下去学，目前的技术去落去学，成本袂好啦。哦，啊，若伊搁较进步的话，什么方法啦，机器人去甲你学，可能就会使啦。吼，即就是即。台湾的这个黄金吼，金龟礁的部分吼，是嘛？我讲偌侪时间啦吼。OK， 这个第二本时代，咱这个剪辫子，剪辫子头一个就要跟你剪辫子哦，你袂使动不了。但是咱这个。李春生吼，都意思是李春生的后母吼，叫三爷都要去传日本兵籍个，所以日本的这个头一年的总督对李春生真友善，专带伊吼登去日本，哦，啊李春生就对去嘞，啊对去人大家笑啊，哦穿着青条迄马褂，哦。长袍啊，穿什么的？什么后边个一头张马骝去用笑，虽然哦，一去旅馆内边都摆出来，
我还出来买啥物？叫那李春英有钱，叫做叫裁缝师，甲做西装，做纱丝，剪头髪，甲迄个头髪比较加长，好、哦，还得个。但做一寡代志耍，啊打，他敢出来甲人见面，啊、哦，这李春英的代志，啊，这个卡白卡的代志。也是聊聊啊，过二十多年，聊聊个脚风这个不健康，所以二十多年了后，台湾的妇女很加入台湾的生产行列，不是讲你来白小卡，你就无多事情生产啊，无多做生产的代志，啊，即马脚大一些，都无多通做代志啦。这可能真侪人唔知道，我知影阮阿妈。伊讲伊细汉捌白过脚，哦，啊，但是变就透过，啊，不过迄、那个形哦已经有较细个起，诶，迄个形体，哦，即就过去吼，即日本人伫遮统治台湾，哦，啊，咱即台湾头前有七年的废战，哦，啊，搁有十四年的起义，哦，啊，拢总二十一年了，呾。日本人来，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成立这个文化协会，哦，啊，成立1928年后嘅成立台湾共产党，台湾共产党安怎成立的？我中央已经叫台湾共产党。谢雪红，中华人，谢雪红吼，因刀真神，因老母死的时阵吼。为因姐姐去做媳妇啊，啊因老爸死，家己卖衣裳，嘛去用做媳妇啊。所以伊大汉伫糖厂就做糖厂的科长的，一部分啊，先啦。啊，科长该带去日本，啊，过无外久伊走去上海，啊，上海，但是这个小庄红不急嘞。中国查某唔捌字嘅，你捌字嘅。哦，啊，就伫上海有一挂吼、哦、抗反抗洋人嘅活动吼，伊、哦、绝对行喺头前，查某行喺头前。啊，大家看吼，哇、哦，那有迄个查某行喺头前？嘿，啊，东阿边吼袂怕查某，你行上头前吼。啊，所以吼、哦，小时候就行喺上头前。哦，啊，行，伊等咧台湾是可能读小学大概四五年。哦，阿全在中国讲共产党来吸收，你来四川大学读大学做大学生，阿就去读大学啊。阿无阿久，即、这个莫斯科那边吼、哦，要求爱有台湾人来去，哎，就选谢雪红去。哦，啊，谢雪红选到为上海。去海参崴啊，坐西伯利亚铁道去莫斯科读书，啊，伊读书的时候，该编入去中国人班，但是日本的迄、那个苏联的教官讲，你不是日本，你不是中国人哦，你不是他们中国的系统，你来日本的系统，哦，日本教官的系统给他，啊，读他的。好、哦，他大概为这莫斯科登来上海，1928年，在上海的一间翕相馆的老店设立台湾共产党。哦，啊设立共产党，啊专搭去东京。哦，因为这个共产党是属于的东京支部，共产党的东京支部。东京部来管，啊，就去东京，吼、哦，啊，但是佫倒去上海的时阵，就去用掠去，去用掠去日本掠人吼，掠着，这人是啥物人？台湾人，送回台湾，啊，送回来台湾，啊，送回来台湾，哇，这个小姐呢，伫做共产党，判较轻的，啊，就该放还出来，啊，所以想说吼，就开始做幕后的活动，
啊，迄阵咱有即、這个即、這个文化协会，吼、哦，文化协会大家拢知影是林献堂因即帮人做诶，但是去互谢雪红即帮人吼、哦，就去侵入去了，转文化协会变作左派。挖掘山洞这边的，所以谢雪红的情形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情形。啊，咱在日本时代嘛有一个台湾人参加共产党，做2万5千里的长征，不是输给无两万五千里啦，另外一个啦，2万5千里底。对某地跟我部队走来走去，安尼，吼，嘛有即款的人才啦，吼。啊，但是说安尼，渐渐过去，时间渐渐过去了，啊，即摆过来，倒转来讨论即个郭先生，吼，郭先生吼，为讨几人们中毒。拢总台湾有19人的中毒，伊死的第17人，啊死的17人吼，但是每人拢对恩爱有加啦，这无简单哦，这真无简单哦吼，哦伊有伊的特殊的手腕的吼，伊就敢若讲伫迄个日本兵吼，头一回到啊土阿园，就是咱遮土园啦，主要是土阿园。伊就带一群人哦来给欢迎，吼、哦、啊，带一群人，吼、哦，你去个退做一寡代志，退日本做一寡代志。啊，伫清国的时阵吼、哦，咱的蚕，你虽然讲有蚕吼、哦，有十家，你报税吼，你唔敢报十家，你该报一个五家好不好啊？哦，五家哦，就是叫做温蚕。引来的温产，这五家的温产哦，都免搞设计，哦，啊，这个日本人换制度啊，吼，换这统治者，哎来，我赶快，给你签，签啊签签签，啊，这产有住无？无住 ，OK OK， 哦，啊，干第六杠典故吼，中踹四百家，啊，四百家上好，可以呢。你，我退嘛是无代志嘛要退去，哦，啊，在日本人的时代，咱有一句俗语，天下第一公，啥物？啊，讲对，我安尼讲哦，正甘食好会下崩，啊，那天下第一公是正甘食好会下崩。各在生对啦，咱哦甘蔗哦甘蔗米哦，和牛蔗上好，好、哦，阿遐歪互你错起啦，好、哦，阿、啊、凊彩甲你算算个哦，阿、啊、就天打地公哦，见甘蔗好回向好，阿个讲，咱台湾哦，都欠查某对无，欠查某哦。因为完全不分尊，你在查某人一个台湾的吼，在家乡一个台湾，哦，对，大湖水沟一个俗语叫做“十去六死三老一回头”，十个去，六个死的湖水沟，哦，三个老的台湾，啊，一个看台湾阿伯等家搁转去，哦，三老一回头。啊，即马来到台湾的拢大波的咧，啊，无查某要怎么办？甲离无族的人结婚，所以等有民主大众。啊，关键的官员哦，是贪污的官员嘛，有红包钱就会使啊，所以就出现一种人口贩卖为查某，啊，安怎会？甲查某哦。偷运来台湾，啊，摕去菜市啊，啊，放个布袋来对，布袋嘴开开，好、哦，啊，你伸手，
你整手会使去甲讲，就查某你们出计较嘛，少年较值钱，老的较无值钱嘛。啊，你要望多位，望奶奶，望奶奶是二十一世纪的想法啦。迄个时阵，伊是望奶奶望喙齿啦，啊，若望着，嘿，喙齿也会发的吼，啊，这又气啦。所以槟榔西施叫做幼气的吼，不是无道理啦。迄就是幼气的，就是讲哦，啊，就要会翻嘛，要会二十岁嘛，对不？这种叫做无道理的代志。时间也差不多啊，吼，咱有什么款的问题吼，啊，欢迎来开讨论一下。我补充，我讲迄个转进吼，国民党真正有厉害，足够电的哦。伊即马来战，伊即马国共内战哦，你报纸安怎报的？讲我军转进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你用看敢那足够？我就到这。转进，有啦，这是中国的文章拢是安尼写法啦。哦，哎。日本人统治台湾吼，我阿来，请讲，来，请问郭牧师吼，伊个因咱日本人因阵伫统治台湾留下的记录啊，即摆要咱推算，即摆日本人统治本身日本，阵啊一朝一夕咱要咱目前是啊是属美战的关系。哦，啊，阵啊，咱推算伊日本统治伊即马咧，伊个国土以后伫咱台湾人阵啊应用着伫伊二十一世纪个时阵有啥优缺点，请郭博士提供一个意见。你搁讲一遍。好，由即马日本伊个1945年麦克阿瑟用伊个新宪法，互日本应用即马新个。统治的局面，哦，用即卖统治方式，阵啊有机会，咱台湾应用伫顶头的时阵，对咱台湾人伫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力有啥影响？我感觉吼，社会是伫进步的啦，吼，日本人嘛伫进步，日本人建楼，吼，甲咱即回水灾的即个朱大米吼，即个海啸都看。明明巴肚枵啊，啊，还阁排队啊，你等。啊，我若看西方世界吼，尤其迄个感觉点早早去用抢迄个无半死去，对无？你抢，毋是干？你今仔日要食，你阁抢，明仔载后日，我你摸伊在快活做，啊，冰箱啊，啥物啊，摸伊走，吼、哦，定看伊在做。啊，但是日本还阁在排队，吼、哦，所以这个民族性吼、哦，真无共款。啊！台湾伫日本结束统治了后，咱台湾嘛有即个性格，个性格嘛就产生了，是。啊，所以中国兵就是中国兵乱来嘛，哦，乱来啊！台湾人有看袂介意嘛，啊，所以才有二二八就发生是咱们台北的一个甲分的所在，吼、哦。哦，因为烟摊的有问题，啊，但是为遐就崩，台中、台南、高雄，单位拢嘛开始，啊，二礼拜还阁一项代志，爱讲，这个中国就派，在93师来台湾吼，21军吼。你在一军来台湾，清乡，台湾人台是真多，或者是有计划的台，精英啦、啊，哦，台精英，哦，你有高学历的哦，啊，有做什么定位哦，中台，啊，台的时候哦，这个情啊，有发生着怎？中国兵来个高雄，来个嘉义哦，看到少年军都会掠去做兵。啊！掠去做兵是啥？掠去中国去甲
国共内战去做炮位去。啊，这个国共内战哦，这就跟这些部队是集体投降的部队，真多拢投降给。啊，投降给的时阵，啊，台湾人嘛投降给。啊，即嘛，二十一师来台湾吼，啊，就开始台湾人一队吼，这是就该叫常用的军队，啊，佮美军调去上海保卫战，调去上海保卫战，啊，伫上海的时阵吼，去拄着台湾兵变共产党，吼，啊，共产党的这台湾兵吼，哇，你去台湾台死阮的人，做一个甲歼灭，二十一师队咧上海去用台湾人歼灭。叫去看你来去，所以这个民族性吼，这一步一步来啦。这日本时代，哦，咱台湾人因为生活水准高，亚洲第二高的收入，仅次于日本，识字率是70%，哦，啊，这个。咱的寿命，吼、哦，日本人吼、哦，在1940年的时阵吼、哦，日本人成年男子吼，大波是49岁，平均49岁，吼、哦，基本是80几岁，才要90岁去啊。啊，台湾人已经42、43岁啊，哦，啊，但是中国人可能30岁无未满。就是咱的寿命、教育等等拢超越中国真多，哦，所以落后的中国人来台湾了，甲台湾40000一箍，甲你换衣裳。啊，什么叫40000一箍？就是吼、哦，你去食一日一顿再去饭吼，哦，你开新台币50块。啊，40000-4520，就是你200万的面子去吃一台，吃一个再去问下，40000多一箍啊。哦，啊，迄钱走落去呢？迄钱哦，用个钞票甲你印，甲你印钞票。这个金钱本来就有一个值金本位，有银本位，哦，啊，伊拢无咧管啦。钞票印出来就是钱啊，啊都给你买啊，哦，所以台湾会乱哦，会落后，这个原因真大。OK， 还个有啥物时间啊？来。我在小的时候，中国的军队来了以后。那时候就是有共产党跟国军，啊，不，军队一来呀，他看到一，他只要他想要的东西都是他的，啊，不管是人跟物。另外一个，先告诉你，明天我要走，你给我准备多少粮食，多少装丁。都说钱，你要不准备好，家人。可是当我当了兵之后呢，到了台湾啊，如果你要是对老百姓不好的时候，他反映到部队以后，那马上就关起了，就变成是我在当老百姓的时候是军人欺负我。当我当军人的时候是被老百姓欺负啊，那在这个撤就是这个打败仗的时候撤退啊，那是八个字：兵败路山倒，势如破竹啊。嗯，我想可能现在年轻人没有看过那个什么势如破竹啊，老一辈的人可能看过那个势如破竹。那个桌子只要你一刀砍下去以后，后面根本不用刀子，用什么随便弄个手杆就可以把整个桌子就破开了。嗯啊，一下就破刀子了。就是台湾那个修杆子啊，是非常有技巧的。那个杆子你不是说一
电影电视的，一刀就射到底了，就是那像武士要奔武士道那种精神啊，这是我的一个感想，谢谢。谢谢啊，这个是第一人称的讲的哦，对讲伊在中国哦，迄变乱七八糟了哦。啊，有影，我听第一人称是听苏联讲的，苏联哦，第一代树林啦吼，还是读日本学习啦吼，啊，走去中国，伊就一心想要做。